第十七题，铀涂为某金属元素的表示方法，有关于此元素的叙述，下列何者错误？这既然是元素符号的表示方法，所以当然 PT 呢就是我的元素符号，所以选项 A 是对的。这个78呢叫做原子序，原子序呢就是所谓的质子的数目，质子数，所以呢选项 B 说这里有78个质子是对的。而这个195呢叫做质量数，那质量数呢就是所谓的质子数呢，再加上质子数呢再加上中子数，所以呢有195的质子加中子，有78个质子，所以相减之后呢就有117个中子，所以呢选项 C 呢也是对的，选项 BC 都是对的。那么选项猪说质量数为 195， 这是对的，为所有的质子质量与中子质量的总和，这个是错的，这只是它的数目相加，质子的数目加上中子的数目。所以呢第17题问我们说有关于此元素的叙述，下列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质量数为 195， 是所有的质子质量与中子的质量总和，这是错的，是质子的数目与中子的数目的总和。